伊丽，我知影你是唔甘了讲受罪，才站出来打嘴。不过你安尼嘛，赶快受到攻击，武山集团嘛受到伤害。不再讲，你安尼是欠下着伪证罪呢。不管安怎，我拢要替阿公倒来头前，绝对袂当让阿公受到这么大压力。唔通啦！你看阿公这么着急，你着先看状况，等警方调查好不好？阿公，你是莫烦恼啊！我伫去关几工啊，等警方调查出结果，证明凶手是我，我就当出来。关几工就当出来啊？敢有确定？我昨昏想清楚啊，这真正凶手，那不是吴辉煌，就是吴依林，甚至吴依林的嫌疑更加大。万新明，你因为白汉良的死，受过痛苦，无法度接受事实，我会当了解。啊，不过你家己出在无辜的阿公、阿哥依林身上，受过离谱啊啦！你应该配合警方的调查，找出真正凶手才对啊！你莫再跟我讲吴辉煌是无辜的，伊想要害死我，想要害死汉良，这拢是事实。爸，爸，性情尿蒙之，你两个走来家送啥？爸，我听讲你想害我害死白汉良，哪会安尼啊？这个彭彩霞真正是出头够济呢。伊人讲要担罪，伊就随叫有信贤这样的状况，分明是准备要抢位嘛。爸，伊人伊有前科，伊搁去自首，伊会予人拘留足久足久的。若是到尾哦，查到这个案件对伊不利，伊会加重刑罚。我想，伊人伊一定嘛知影这点，搁决定要去担罪，伊真正足友好的。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，依林，你着放心做你去，阮会替你甲你的阿公照顾甲真妥当。妥当分两种啊，妥当活的甲妥当死的。恁两个经济时间来这时间点，搁抓到不了准哦。吴信贤，你过落界害阿公，甚至只有可能甲阮性命交界，伤害阮爸。你今嘛搁走回来，要照顾阿公。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啊？依林，你真正是冤枉啊！敢讲只有你有资格诱惑阮爸，我就无资格。我会当体会你有冤枉的心情，咱母家的人应该互相体谅，互相斗相共才对啊！依林，冷。你看，阿公嘛无希望你去自首，你莫去啦，咱阁想办法好不好？阿公，这段时间晴天、水海，你阁有阿公，我会保护你安全。你别烦恼，我知影拘留所的生活是啥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你着好好休养，等我回来就好。甘啦，真正不要紧啦。一切不甲咱计划相共，鸟鼠一只一只拢搜出来啊！知啦，我随你阿姊过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等我。小姐，别惊，别变我头，我是来跟你斗三工的。你若是拄到麻烦需要帮助，你就点头。
敢是边仔迄台火车顶面的人有甲你威胁？那呢，我替你报警。我来伤害啊！我有诈骗集团控制，因逼我做车手。那是你报警，我嘛会予人扣入去啦。那呢，咱即马要安怎做？你若是有影要斗相共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代志。大哥，歹势啊，秋凤姐，创啥啦？哦，歹势啦，我的车无电，敢会当麻烦你帮我接电？无用啦，闪啦！拜托一下啊，我就无时间等道路救援啦。若是你搞倒三工，我给你一万块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谢谢啊。哎，是倒一台啊，进来。你跟我跟你斗三工，我来你边安尼做哦。先生，你讲啊。不然你话啦。你不要紧吧？我先走。免惊啊，要死啊！这是胃胀哦，都好一点人淋敌啊，到今嘛还袂吃饭的，都还够早到被狗狗拉出来，真会吃死了。哎，什么哎呀？脚啊吼，是有名有势。哇，这种王如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我意思是，那有人来扫啦。你有干怎？我都疼啊。啊，最后间有一间我实在餐厅，无，我想找你去食饭，想说家里面的伤小处理一下。袂歹哦，你是好人呢，应该是我爱请你食饭才对啊，我赚到啊。啊，阿三，有安怎？名，你还没搞好，帮你叫啥物名？哦，我叫鲁智涵，袂歹哦。哎，那边哪受伤啊？我无使你跋倒啦。先啉一罐小的牛奶，你巴肚会较爽快。我无该啉牛奶，无你叫因家菜出较紧的啦，我巴肚枵到要冰棒啊！免催啦，因等下就会甲菜送你来啊。颠倒是你，我药啊抹到这么慢，无你甲菜拢送来啊，你药啊搁还袂抹好嘞。归去啦，我搁帮你抹，搁紧。安那想起哦，我只是讲老实话尔。你唔较早讲诶，害我一人面子薄。那好你啦。哎嘿，小姐，拄则是相公，我要家己来，啊叫我先去点菜，啊你别记啊。那是安尼吼，歹势啦。
拍谁拍谁？你完了。拍谁？我来看谁的。好。我想。我问你哦，你哪会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啊？讲到这哦，我就气啊！恁姊啊，我就是伤过相信朋友，才会上这一船啊！甲我讲这是足好赚的工课，哎，当一工赚一两万，啊，若是较拼的，就会当月入百万。谁知啊，恁根本就是诈骗集团！我原本哦想要冷干，啊，不过因威胁我。那是无乖乖听话，因都会搞寂寞到死。而且我搁偷听到，因打算今日暗时，你会搞袂到东南亚。好佳哉，拄到你。安尼听起来，因真正足无天良的。是讲你哪会需要这么侪钱啊？敢是出人不难？再讲起来哦，就回头长啊。简单讲，就是因为你，我要活下去。你莫看咱一人溜溜，一人霸，全家霸。啊，不过我即摆连霸界你哦，拢唔知要变哪做到够啊。搁较免讲过生活，食空气的日子哦是足歹过的哦。爸嘞，你哪会无半块吧？啊，你讲你的胃无爽快啊？食鱼哦，较好消化。搁有这干贝鸡肉粥，哇，讲啊足暖，嘛真适合你即马食。来，好啦，不管是乌料还是白料，只要当鸡肉拢是好料啦，我都不爱甲你计较。豆豆吃啦，你不是胃无爽快，豆豆吃，安尼会记着。会说你哦，迄袂会烧。小王姐，你是惊我把这的菜拢烧了是无啊？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到我的胃哦，拢无法度消化啊！啊，我袂枵，那就跟你吃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带我来这吃饭？是因为你搞我笨，还是看我可怜啊？哈！我无迄个意思。小婷姐，小婷姐，小婷姐，这是吃饭时阵要有规矩，莫伫遐弄碗，因为弄碗是去食菜做的动作。你即马是讲我是去食是无？小姐，我拄才讲这么侪句，你就敢那听到去食迄两字哦？对，因为你自头到尾就是高高在上，看官无看家看。我什么时阵高高在上，看官无看家啊？就是即马安尼，我无想要阁甲你讲啊。你若是看袂起我这种人哦，你就闪我较远的啦，唔免让我带我来这食饭啦。一顿饭的钱哦，我阁付会起啊。那，这哦一盘我算你两百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总共是八百，一千块你免走啊！孙奈奥就当作是多少买油的钱啊？还当作是百元热炒。百元热炒比这个好食啦！拄到你吼，我的胃哦，搁较疼。啊，这摆是安怎？啊，话避免就避免，我是都会抓到伊啊。真正是哦，好心客有雷惊了。